시험이나 보랄게요. 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是有别，但是。
但是公主，现此时是最后的关头。现在我若无叫你离开，万不离，沙山若是对赶你来，咱两人可能会造成危险。我为国牺牲不要紧，但是公主你大大的地位，不能来伤害你的金鸡玉叶啊！你说的无对，若那安尼是，就劳烦苏贤家了。不劳烦。Thank you.